对，揭名舞台顾名思义就是要揭晓姓名。我们六位推荐人会在每一组演唱后商议出是否有歌手可以揭晓自己的姓名。都挺熟的，对，我们就快请歌手出场吧。一出场发现大家都认识啊，但是还是得做个自我介绍。对，好意外啊，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在一起合作？那就请你们开始演唱。有点那意思啊，有点。差不多，我是两个，就是都不接啊，不接，不认同。但是他一直很坚持唱自个儿的新歌。对对对对，这俩都是比较招人喜欢的，比较观众缘好的。我们六位商量了很久，因为这场大家都表现得很棒，所以换个人来说，我们想请风格号歌手。风格号歌手，说出你的名字。风格号歌手，请大声说出你的名字。您本来就好的，那让我们看一看下一组歌手的符号。这两位歌手都很年轻哎。对，那我们就有请两位歌手，请开始你们的演唱。就今天这是一首合唱，两位最打动我的点是你们的和声，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两个的演唱。来，给两位歌手给我们一点时间。有可能。对，我也觉得有可能。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哎，我们做出了很艰难的决定。刚才大家看到我们六个人商议了很久，其实这个决定非常非常艰难。在今天的表演很遗憾你们都没能揭名，期待下次揭名舞台能够让大家知道你们的名字。感谢你们今天的演唱，加油加油。好的，让我们来看一看下一组演唱歌手。那请开始你们的演唱。哇，好了，最热烈的掌声吧。辛苦辛苦，好吧，真的真的。对对对，而且之前我们听有好几组歌手单独唱都唱得非常好，但他们在一起可能就是一加一就是小于二，但你们在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黄景十一。可爱吗？他们两个。好，那我觉得请两位歌手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来讨论一下。真的，谢谢。其他无名歌手本来理论上是除了那边放弃，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对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挣扎。今天我们会选择揭开一位的姓名，那么请垂直号歌手说出你的姓名。我就是那个长得挺一般，非常一般的孩子。然后今天动号歌手，我们没有能揭开你的名字，其实我们真的好纠结啊。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太期待你们再一次合作了，所以就先留一个小小的遗憾，希望下一次能够带给我们200%的惊喜。请求所有观众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邓建超和动号歌手。但这一组真的太棒了，太好了，非常完美。好，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演唱歌手。逗号老师，意外吗？确实比较意外，年龄是也是有差距的，就这两代人吧。对，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那我们就有请歌手出场吧。你们是自己选的吗？那请歌手开始演唱。还以为窗外好惊喜啊，好好听啊。哇，怎么会这么好。哎呀，爱情这事儿啊，我也受过伤。你感觉那两位歌手稍等。我也觉得他今天声音很适合这个歌，他可以带着自己的姓名帮助其他无名歌手，而且我觉得逗号有些提升。可以，这两位希望逗号歌手再接再厉。好，除号歌手请大声说出你的名字。憋死我们了，终于可以叫一声满江老师了。好的，谢谢满江老师您今天的演唱，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满江老师，谢谢您的演唱。来，我们看看下一组演唱歌手。那我们请歌手出场吧，请开始你们的演唱。这首歌好好听。我也没再几百年的对不起，这种差异，这个也是合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沟通的话，这方面没有分配，一个太低，一个太高。因为他们每个人各自都蛮优秀的。对，刚才我们讨论了一会儿，然后我们的一致意见是，
很遗憾你们没能接名，期待下次舞台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名字。谢谢你们的演唱。好遗憾啊，这一组两位选手都没有成功接名。我们来看一看下一组歌手的符号，今天是原创歌曲，期待。那我们就请歌手出场吧。人气好高呀，符号歌手人气好高呀，你们怎么搭在一起的呢？请歌手开始演唱。其他组合他们唱好是好，但你可以听出谁更好，谁稍微欠缺一点，但是在你们这个组合都太好了，所以我分不出来谁更好，就是一个叠一个，一个搭一个。其实常常看。最后我想问一下句号歌手，你觉得句号这个符号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可以像个圆圈一样万。太我觉得问号在后边会比较好。问号肯定是没问题了，但是两个人都揭开名字就意味着他们要分开，不能够再合作了。那我就直接说了，对，我们刚才大家也看到我们纠结了很久，因为我们在想到底是哪一位歌手能够成功揭名。我们想请句号和问号歌手说出你们的名字，请句号歌手大声说出你的名字。这个组合好哎。那我们就有请歌手出场吧。我们都蛮喜欢的你们的，没想到你们能够在一起，没想到你们能够在一起合作在一起合作。我郑坤仁你好啊，你好啊。对，只是我的停顿不太恰当，那就不等了，开始听歌了。对，请歌手开始演唱。我有一个不知当讲。感情的面纱吗？王源怎么办？现在他们俩已经就是互相推举成这样了。请两位稍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对于这个面纱这个事情啊，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刚才我们六位商量了，觉得大家都挺好的。我们想请不等号歌手说出你的名字，请不等号歌手大声说出你的名字。非常谢谢各位推。我也想找，因为我能歇会儿。我也是这个原因，我也想找他。我来做音乐就得自我一点。对，咱们无敌就无敌在这是你们两个完全一起做的东西，都接吗？最后很艰难的得出这个决定。